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影碟情报室同大家见面啦。今天是破例讲一次，大家就透过这个月费，不是纯粹这个口头或者精神上支持，透过这个月费去支持 My Radio。 月尾啦，而且大家都知道越来越经营越来越困难嘛。我们经营困难，电影都经营困难，但是最近就爆了个哇，相当之劲，即是我走去买飞，第一日呢就爆了三场，即个时间都不啱看不到了。昨天真的看，哇，几乎买不到飞，又是即个戏院都不是叫做小的，证明一样东西，就是以今次这个哥斯拉大战金刚呢，就都有少少令到大家觉得复苏，電影市場復甦的感覺，同埋佢仲有一個功能嘅，因為咧呢部片咧就有好多個唔同嘅製式版本，即係譬如 4D 啊、IMAX 啊、2D 啊，或者 2D 仲有嗰啲即係Omos 嗰啲音啊嗰啲咁樣咧，咁基本上咧就將香港嘅全部嗰啲戲院咧，因為停業咧就好大鑊噶嘛。要剩翻正常嗰度咧，呢部戲咧就可以做一個指標啦，即刻 run 翻佢，即係咁樣樣嘅。係啊，咁所以咁呢部戲咧就尋日上畫啦，前日上畫啦，星期三上畫嘅。咁我哋而家出街咧就應該係即係已經上映咗三日噶啦。咁我第一日嗰陣時候咧都嗱嗱聲咧都睇咗兩場嘅。咁出到嚟咧即係都滿意嘅嗰個成績係。你係睇兩場唔同制式噶啦，我估。唔同制式嘅。係啊，因為一個係朝頭早。那個就是在即係睇 2D 嗰版本，咁睇完之後咧，就即係諗住如果個古仔麻麻地咧，就係 IMAX 版本咧，就嗰、那個可以慳翻咁樣咧。咁但係睇埋就夜晚嗰個 IMAX 版咁樣，咁所以總共咧就睇咗兩個制式嘅哥斯拉鬥金剛嘅。係啊，嗱咁呢套戲本身咧就我相信講嗰、那個評論嗰個戲咧就。都不在劇情上的，在動作場面那裡，將個擂台設在香港，誰可以拿到金腰帶呢？是哥斯拉啊，還是金剛呢？就是拿金腰帶，誰拿到呢？老實說，評論這種類型都非我所長，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回憶一下童年，看這些戲本身其實就是大人看小孩戲，他亦都會將嗰個劇情會加在嗰個人物方面，但大家即係專注點都喺翻兩隻即係呢個 Titans 啊，呢個巨獸上面啦。其中一個我哋要回答嘅問題就點解嗰個 setting 最後即係下半個 setting 會喺香港啦？點解我哋會講我？咁但係咧就呢套嘢要提一提嘅就係之前咧，其實阿張子怡出過，即係之前前係咪上一集啊？係上一集，上一集出過嚟啊嘛。但係今集就唔知點解話，即係喺嗰個 credit 上面之前有佢，但係唔知出咗街時嗰、那個佢嗰部分就 cut 咗嘅。唔係佢上哦，佢而家佢 cut 定咗有幾個角色啊！我哋睇咧就係有一個叫做 Hong Kong Survivor， 香港生存者。點知咧就出到咧嗰個演員係一個台灣妹嚟嘅。咁佢生存唔到啦。即係佢喺《罕見太平洋二》咧嗰度咧都係出現過嚟㗎啦。咁唔緊要啦，即係呢啲我相信都係小事嘅。因為事實上啊，張智響唔響度，大家都個興趣都不大嘅嚇。第一集金剛咧就有阿景甜，景甜咁啊，跟住第二集咧嗰時就都冇咗景甜，就轉咗係阿章子怡，咁嗰個咧就應該就係第三集啦嚇，即係阿哥斯拉嗰個上一集嘅嗰、那個。因為我相信個原因都係涉及個中國市場嘅問題啦。咁點解我哋提出嚟就係因為可能而家你覺得
以中國市場可能都即係未必用咁嘅方法先進入到喎，咁樣係嘛？咁呢啲我哋其他嘅機會我哋先再評論啦嚇。咁、有好幾部分嘅，其一咧就係因為咧經即係哥斯拉大戰金剛呢個咧就唔係呢個唔係第一部嚟嘅。後面大家睇到呢個咧就係、應該喺日本嗰個拍過啦嚇。如果冇記錯，1963年嗰、那個係啊係啊，咁、我佢唔係最早嗰、那個喎，呢都唔係最早嗰、那個，因為最早金剛咧打嗰時咧，即係1933年嗰版本啲人都講有打恐龍嘅，係 啊不過那個恐龍咧就唔係阿哥斯拉，即係唔係名牌，係啊，咁、我哋梗係睇哥斯拉噶嘛，係咪啊？因為哥斯拉嗰個意義咧，到今時今日都係佢呢個係世紀戰嚟嘅，係、叫東方嘅怪獸之王鬥西方嘅怪獸之王，係啊，兩個嚟去相鬥嘅。嚇！咁但係當其時咧，其實應該係東寶啊嘛，如果冇記錯，東寶已經諗到條橋出嚟啦。咁結果咧，我就即係做節目之前咧，我花咗好長嘅時間睇翻嗰個動作場面。咁、我覺得。咦，好好睇喎、啊！正嘅，正喎、啊！有個咧就超越咗而家咧，就係個配樂係好勁嘅。即係原裝版嗰、那個啊，即係個哥斯拉咧就全部用嗰啲進行曲咧嚟去管樂嘅進行曲咁樣。係啊，呢、這個我初初嗰時都諗住佢應該咧攞翻幾段嗰啲音樂咧嚟放翻上去。竟然冇嘅。係冇啊！嗱，咁我最即係中意咧就係、呢一段後邊我睇到啦，就係、阿King Kong俾佢揈咗幾嘢之後攞咗啲樹枝兜嘢插佢。不過唔係牙籤嚟嘅。我睇得好 enjoy 嘅，爽印嘅嗰句系啊系啊。咁我即系点解我提咗呢段咧？就系、其实而家我睇都系重拾翻嗰种童年嘅回忆啦。即系希望话啊，我哋即系翻翻嗰种童心啦。咁但系呢套戏都好多细路仔睇嘅。啊，同埋当年咧，就基本上咧，响1962、1963年60年代嗰阵时咧，就其实哥斯拉系红过金刚嘅。咁所以喺香港做嗰时候咧，都系叫恐龙大战金刚。嗱，哥斯拉呢个名字都唔系咁响到咧，即系咩？唔俾得个，我谂知，我谂佢未必俾个版权嚟嘅。應該攞咗版權嘅嗰時，因為哥斯拉喺當年咧就已經有個美國版出咗嚟嘅，有《末地鐵探長》咧，嗰個做嗰個美國版嘅，即係加翻啲片段啊。Raymond Burr 咁啊，嗰時就已經好經典，喺香港都好受歡迎。咁啊，就而家呢個版本咧就係好名正言順咧，因為哥斯拉咧就係之前又出咗，好似台長講嘅，有兩部至三部嘅嗰個叫做傳奇版嘅哥斯拉。即係荷里活咧，裡面咧，即係喺個 Sony 嘅嗰個叫做蜥蜴版嘅哥斯拉嗰、那個，其實好多人咧就刻意遺忘佢嘅。咁啊，依個傳奇版咧嘅哥斯拉咧就相當之，即係其實我覺得都唔係咁好睇嘅，但係咧就票房就好成功。咁啊，呢部咧就係、都視為咧佢嘅嗰個最重頭嘅一次戲啊！佢嘅生死，即係呢部戲仲傳奇版嘅哥斯拉仲去唔去到咧？咁啊，都係好靠呢部。一開畫就證實去到啦，去到絕對去到，即係尤其是喺而家呢個時刻啦。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可惜嘅，因為如果話喺一個正常情況咧，套片會更即係呢個片更會更加爆啦嚇。咁但係而家其實大家睇到就係佢係作為一個香港電影市場即係復甦嘅指標啦。咁其中我疑問咯，睇完之後咧，我就話：咦，點解今次套戲咧，即係成個嗰、那個側重點咧喺咗美國嗰邊咧？嗱，大家知道啦，就哥斯拉嗰個原創喺日本噶嘛。咁啊 ，King Kong 嗰個就係荷里活啦。咁今次咧就係好純粹就係我有個感覺，唔知你同唔同意？就係、日本嗰邊賣咗個版權俾，賣咗呢個哥斯拉嘅版權俾你，即係俾你用呢、這個品牌。佢跟住放手唔理喎，完全冇任何丁點日本嘅味道喺度喎。反而香港嗰個咧就真係好值得探討啦嚇。香港嗰個一陣再講啦。呢、這個佢最關鍵咧就係、在那個90年代嗰個 Sony 嘅嗰個哥斯拉出咗嚟嗰陣時咧，咁佢都知道咧有個問題咧，就係喺美國嗰個佢拍嘅哥斯拉咧就唔係佢哋嘅，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嚟啦。咁所以後尾就都有接咗出咗個千禧哥斯拉啦。咁啊，最近啊關鍵就係真哥斯拉暗夜壽命嘅嗰個版本啦。咁啊，嗰個都傳聞都仲係會拍落去嘅。咁啊，呢一部咧哥斯拉咧佢都係亦都咧即係去到呢一部為止咧，咁佢都揾到一個呢個傳奇哥斯拉可以同日本哥斯拉不同之處嘅地方喺邊度？咁啊，當然啦，佢原本呢、這、一個而家呢個古仔咧，佢都跟翻63年咧嗰個版本。嗱，這個咧就喺北
極的第二版的哥斯拉來的、嗯、即是在五十年代的那個叫真哥斯拉之後呢是第二隻哥斯拉，應該是南極，如果沒記錯不是他那個上一次那個、啊、上一次那個，因為上一次那個哥斯拉就化成白骨之後的時候、嗯、就跟著就 真即有另一隻哥斯拉出來、嗯、那個就是第二代的哥斯拉來的、嗯嗯嗯嗯、去到金剛的時候呢這個就是一個極地個出來的哥斯拉來的，所以佢你會睇到咧，哥斯拉咧就變咗一個族群嚟嘅，佢、啊、有好多隻嘅，好多隻。嗱、啊，但係其中一個技術性問題咧，就係、是、金剛同埋哥斯拉個比例，係、啊，即係你睇好似次次起都唔同咁嘅。唔係呢個唔係之前嗰只哥斯拉嚟㗎啦，好明顯啦。咁同埋就都衍生一個問題啊，就係話呢只哥斯拉唔係呢只金剛咧、啊，究竟係仔定係女嚟？係啊，嚇、啊，咁啊啲人都喺度提緊啊，因為佢好似好親女喎、啊。啊！即系同啲女咧就溝通得好啲，但系上一次咧，阿 Peter Jackson 嗰只歌嗰個只金剛咧、嗯，都大家都笑，嗰只係女嚟嘅，係啊，係啊，所以佢同阿嗰個女主角咧，裡面嗰度咧冇一個叫男女之別，冇交流，係啊，唔係冇交流啊，係閨蜜嚟嘅，係閨蜜，係嗰啲閨蜜嚟嘅，就 lesbian， 係啊，唔係原本嘅嗰個金剛嚟嘅，原本嘅金剛咧個手托美女咧，即係。我哋邵氏嘅星星王都係手托美女咧，喺女性主義嚟講咧，就覺得佢好有問題嘅、嗯。即係你係阿頭，又托住一個美女，嗯、好似佢嘅掌中之物咁樣嘅。咁、嗯、但係 Peter Jackson 嗰個都已經咧唔係噶，即係大家手指指啊，呢、這個都有用過。嗰個就係ET 嚟啦，用緊 ET 嗰個啦。咁、嗯、今次都有呢個鏡頭嘅，不過俾我感覺咧就係咩咧就。即係都嗰個鏡頭，我唔係講其他鏡頭，係純粹嗰個鏡頭就似翻即係如來神掌個天殘腳。佢裡面咧，而家呢個譬如傳奇哥斯拉個版本咧，佢係擘大咗好多嗰個叫做係神秘學嘅嗰啲裡面嘅元素嚟嘅。咁、嗯、樣就如果你大家有聽過喺之前咧，阿台長佢都有提及過，而家美國嘅就算國會議員咧、嗯，基本上咧有大部分啊，即係50歲以下嘅嗰班咧，其實他們很相信911是美國自己做的、嗯啊、樣就這種情況你會看到也都在這部戲裡面它反映到出來，因為今次你會看到如果說那個叫做是人說人物的那個世界那裡它脫了之前那個東西，就是其實現在幾乎上之前的所有即精英輩爸爸媽媽那些都基本上說你們有心但是沒力的、嗯、反而就後生就未曾上到位的那班，即譬如那個兩個二代啦、嗯啊、根本仲有一個龍嘅啊嗰個女仔啦，同埋咧嗰個 DJ， 咁、嗯、啊全部都係嗰啲叫做係陰謀論嘅崇拜者嚟嘅、嗯，反而係變咗主角，係啊，嚇、啊、反而令到個戲咧生猛咗，都係嗰個因由嚟嘅。佢呢個就神秘學大集會啦嚇，咁、嗯、啊每一個都係蜻蜓點水提一提個名，有光明會，有羅茲威爾係咪啊，有地心。地心說係咪啊？地球空心論，地球空心論咁樣，咁、嗯、基本上都係即係我哋喺神秘之夜我哋入邊去探討過嘅話題嚟啦。嗱，佢做一樣嘢咧就好過癮㗎、啊，台長咁問啦。你我哋上一次都有講《新世紀福音戰士》嘅，呢部戲有冇《新世紀福音戰士》咧？有，係是解釋一下嚇。咁、《新世紀福音戰士》咧就係講呢個機械人啊嘛嚇。咁入邊嗰只咩架？係咩架？國之啦，算唔算係咧？唔止，你睇到佢嗰個喺個西環上面咧，個山變咗金字塔山嚟嘅。嗯，係啊，哇！嗰個好難睇到。嗰個 Apex 嘅公司咧、啊，就同嗰個新世紀福音戰士嘅嗰個機構咧、嗯，有啲玄妙嘅關聯喺度。嗰個係 Sila， 如果冇記錯嘅話，就係、是、新世紀福音戰士。係啦，咁佢呢個 Apex 依間公司嗰度咧，就即係橫空擺出嚟，變咗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就喺個太平山上咧有個金字塔狀嘅嗰樣嘢出嚟。Apex 其實係頂尖，亦都係金字塔嚟嘅。係啦 ，Apex 本身係金字塔。係啊，本身個形狀，佢本身嗰個意思啊都係。咁佢所以咧，你會話打嗰個咩嘅 Godzilla 出嚟嗰陣時咧，揸機嘅嗰個咧，你話係咪阿真治嚟嘅？係。因為他爸是杜比謙來的嘛，他爸就是上一集都還有出場的那個杜比謙、嗯、即是之前那兩集都有的、就是那個博士的人，但是他幫他們研究這種的新科技的那裡、所以我覺得這部戲你會看到他玩了很多串連、
就將嗰啲而家嗰啲話題咧，就全部夾翻埋一齊咁樣。嗱，呢個必然噶啦，呢啲係所謂嘅後現代電影嘅特徵嚟啊。最重要你做得好唔好咁睇啊？嗱，咁你又唔好誤會話有呢啲特徵就係必定好片。其實而家之後佢哋通常咧係咁樣噶啦，因為後邊好多 reference 喺度嘅。你譬如你睇翻呢套係嘛？又睇翻以前嘅即係最早期嘅 King Kong 係咪？最早期嘅 King Kong 唔係我哋講緊七十年代嗰部，三三年嗰部，最早嗰部。